小少年，快乐小神仙。六一儿童节的时候，你在幼儿园表演节目，哎，你都忘了吧，乐乐？哎呀，真的，我真的忘了。哎呀，爸爸，你就给我讲讲吧，我当时表演什么节目、啊？好，你当时唱了一首歌，你唱完以后啊，吓得观众，go 再来一首。哎呀，你太棒了！再来一首，老师就问你，要不要再唱一遍啊？你当时啊，我哭啊！啊，你就哭着说，我又没唱错，干嘛让我再唱一次啊？芭蕾多好啊，可以锻炼你的气质，锻炼你的形体，省得你整天驼这个背，还可以锻炼你的乐感呢。那我不驼背了好不好？不好。你看妈妈原来还没有机会学呢，看看你们现在条件多好啊，你还不想学。乐乐，跟妈妈说说你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最起码不想和女孩子玩。谁让你去玩了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少和那些女孩子接触，听见没有？那我不敢保证，电视上全都是男的和女的一起跳舞。跳舞除外。我可警告你啊，少和女孩子贫嘴。来，试试这个。让我穿这个？怎么了？我不穿，打死我不穿，难看死了。哎，这有什么难看的呀？来，乖，快换上啊！不穿不穿就不穿，不穿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我可告诉你，今天这穿也得穿，不穿也得穿。来，换上。那你早点出去吧。快点啊。乐乐，快点啊。你怎么就不会帮我说说他呀？他也是你儿子，又不是我自己的。哎呀，他要是不愿意学啊，你甭勉强他了。小男孩学什么芭蕾呢？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。你看看你们家，几代数过来没有一点文艺细胞。现在好容易有机会让你们家翻翻身吧，你倒好，不但不帮我，还跟着说风凉话。哎呦，
那我们家他就没有艺术细胞。哎，你干嘛非要勉强他呢？啊，我有，乐乐是我儿子，就算是没有全继承，多少也应该继承一点吧。哎，你跟我说过啊，你爸是厨师，你妈是文盲。啊，厨师怎么了？厨师就没有文艺细胞了？你可别忘了，当初我还是文艺骨干呢。是是是，那是那是那是，你说的对。哎呀，咱说正经的，现在重要的是素质教育，怎么着，咱孩子也不能落伍吧？那是，那是，是是是是是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。哎呀，你别贫了，我可告诉你，一会儿孩子出来，你可不许这么说话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哎呀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乐乐，换好了，赶快出来，让爸爸妈妈看一眼。你就别看了吧。哎呦，哎呀，你乐乐，站好了啊！乐乐，把身子转过来，把胸挺起来，收腹。哎呀，把手放裤线上啊，乖听话啊，站好。哎呀，我不能让你愁死你，你就别看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别看了，哎，你别看。乐乐，你说了半天，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芭蕾舞呀。芭蕾舞？芭蕾舞是这样。哇哇。乐乐，你就别做了，还是让我来吧。数百万年前，捕捉这些舞和透视风格，对他们而言……哎，停！你们看，这就是芭蕾。乐乐。就学这个。乐乐，我很同情你哦。什么呀，乐乐，别听多媚体的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没错，多漂亮啊，乐乐，好好学吧。这有什么好学的？是啊，我也不想学芭蕾啊，更何况整个舞蹈班都是女的，就我一个男生，真没劲。再说了，要是被我们班同学知道了，唉。你们同学知道了，肯定很羡慕你。对，多漂亮啊！你这个忙啊，我们帮定了。帮什么忙？帮你学芭蕾呀。啊！你们饶了我吧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听说那个吴杰偷东西了。是吗？他偷谁的东西了？偷谁？当然偷孙浩的了，他俩不是同桌吗？不会吧？这是真的，我也是听同学说的。那你不准备告诉东方老师？嗯，我正准备明天去告。不用了，站住。我今天身上可没带什么好玩的东西。哎，乐乐，金刚，你们先玩吧，我先回家写作业了啊。哎，马小雨，站住！金刚，不许欺负同学，不然的话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要告东方老师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去啊！啊，吴佳佳，金刚和胖哥也不是那个意思，胖哥，你说是不是？是这样的。咱们市南边新建了一个大型游乐场，你们知道吗？听说了，我们早就想去看呢。嗯，那里面有全世界最大的过山车，迪士尼乐园跟它比起来还是这样的。你们想不想去啊？想。
我爸爸给我搞了几张明天的票，金刚说人少了没意思，所以嘛，我们想邀请你们明天一起去玩。你这是邀请啊？我刚才还以为你们两个要截路呢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金刚是绅士，不和你丫头片子一般见识。哎，明天到底去不去啊？不行，我妈妈给我报了一个学芭蕾的班，钱都交了，我妈妈还要亲自送我去呢。我也不行，我爸爸给我报了一个英语班。马翔宇，那你呢？我上午有奥数班，下午有美术班，晚上还有英语班，全排满了，实在是没时间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不去都算了。胖哥，那还是咱们俩去吧。嗯。啊，我爸爸的。喂，爸爸。哦，知道了，爸爸。金刚，完了，我也去不了了。我爸爸明天给我找了一个黑管老师，教我学黑管。那你自己去吧，我去不了了。那票怎么办呢？我爸说，作废算了，小孩子不能贪玩，星期六、星期天应该多学点。金刚，那明天我也没法去了，你自己去吧。真没劲，连个玩的时间都没有，我也不去了。金刚，金刚，金刚。忙的，什么奥数啊、美术啊、黑管啊，连玩都拖不在一起。你说我那学芭蕾那件事怎么办呢？咦，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？让多面体陪你去。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零、三、四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们了！别再让我去了，好吗？不行，我们是乐乐的好朋友，我们不帮他，谁帮他呀？就是啊，你们不帮我，谁还能帮我？脚应该这样子。不对吧？哎呀，就听我的，没错啊。不是这样，我们老师没这样教。我亲眼看见你们老师这样教的。啊？就是这样子教。乐乐，你看这是不是第一预备姿势？嗯，对，没错。不对，脚应该这样，手应该这样。哎呀，乐乐，你怎么老给冰柠檬说错呀？还比多面体多上两节课呢。第二预备姿势怎么做？第二预备姿势，好像是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也不对。哦，是这样。不对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
乐乐，多面体摆的对吗？好像对吧？真应该好好帮你。哎呀，你们就别再打击我了，行不行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我就心理障碍了。好好，冰柠檬连着包，你们得赶快想办法呀！我老待在那儿算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也没闲着呀，这不是一直在想吗？是呀，多面体，你再坚持一下。哎，你也得想想啊。想什么？我能想什么？你不知道跳舞有多辛苦，每天我一回到星球，倒在床上就能睡着。哎，不，那就简直不叫睡着，只能叫晕倒。哎，就是就是，我也是。乐乐，你起什么哄啊？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多面体，其实你应该教一教乐乐，也许乐乐能学好呢。是呀，多面体比乐乐学得好，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帮帮乐乐。我不，回到家你们都不放过我。乐乐，也许……算了，你随便吧。喂喂喂，我可是找你们来帮我脱离苦海的呀，你们怎么还把我往里边推呀？哎，乐乐乐乐，是不是你妈妈回来了？啊？你快看，你的那个，是不是？呀，真的是我妈呀！在家吗？乐乐，乐乐，你干嘛呢？哎，妈妈，你回来了。乐乐，你干嘛呢？没干嘛呀。没干嘛，房间里怎么有声音啊？哎呀，妈妈，我是在练功呢。真的？真的。乐乐，今天李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的乐感可是不太好啊，妈妈给你买了几盘 CD， 你好好听听，听完了妈妈再给你买。什么音乐呀？交响乐，挺不错的，好好听啊。哎妈，怎么没有摇滚呢？瞎说，摇滚乐算什么音乐呀？乐乐，以后啊要听交响乐，听见没有？哟，你回来了。哟，儿子，这两天学怎么样啊？哎，也就那样。就那样是哪样啊？啊，给老爸跳一段看看。啊、哎呀，去去去，别跟着捣乱。乐乐呀，现在呀，肯定在练一些基本动作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学舞蹈吧？对对。哦，哎，那是什么基本动作啊？给爸爸看看。哎呀，跳一段，跳一段。哎。对了，乐乐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放下，乖，放下，听话啊！起来，宝贝儿，来来来，来给爸爸妈妈跳一个，来，站好了，乖啊，听话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你把这个错步给同学们做一遍。好。哎呦！崴了脚吗？在家休息，老师先走了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
谢谢你了，李老师。没什么，乐乐伤得不严重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嗯，好的。不过，乐乐的乐感还要加强，不然的话，他跳舞会没有感觉的。是啊，这都怪我们，前几年只顾抓孩子的学习了，忽略了音乐教育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李老师，您再坐会儿。不坐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乐乐妈妈，如果乐乐的乐感还像现在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他不太适合学习芭蕾。对不起，也许我不该说这些。啊，没关系，我知道您说的都是真心话，这点我会考虑的。那好，再见。李老师，您慢走。好的。如果乐乐的乐感还像现在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他不太适合学习芭蕾。乐乐，妈妈想通了，咱不学芭蕾了。啊，我没听错啊。咱改学钢琴。哎呦，乐乐除了要应付学校没完没了的作业，还得被迫参加舞蹈班、英语班、奥数班。什么是奥数班呢？好像就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辅导班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反正乐乐一天到晚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，特别是双休日更辛苦。那你们应该想办法帮帮乐乐嘛。帮？还怎么帮？自己都快累死了。老王经理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乐乐妈妈不让乐乐学芭蕾了。哦，耶！我和乐乐都自由了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啊？乐乐又要学钢琴了，一星期三节课。啊？好了，别弹了，练习这么长时间了还弹成这个样子，回家以后肯定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去练习。其他同学一定记住了，一定要坚持按照老师的要求去把该练习的东西练习好。好，下课，其他同学可以走了，丁凯乐同学留一下。老师再见。乐乐，你最近的进步很大，我看你对音乐的感觉蛮好的，并不像你妈妈说的那样。下次给大家弹一个简单的练习曲好吗？好。乖，练了半天钢琴课累了吧？先去玩会儿去啊，妈妈马上给你做饭去。妈，我要再去练一会儿钢琴。
快，跑得快，滴滴滴滴滴啦滴啦滴滴滴滴哒啦哒哒滴哒。乐乐。喽，爸爸，你刚才唱的真好玩，你原来怎么没给我唱过？吃饭，儿子。我们以后还唱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耶耶耶！乐乐，你要好好弹琴啊，不要弹这些无聊的东西，听见没有？嗯，可没想到啊，乐乐进步挺快的，弹的特别有味道。去去去，你懂什么呀？别把孩子教坏了。你说让乐乐学二胡怎么样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我都打听过了，这学民乐呀容易出来，将来呀还有出国的机会呢。这第二嘛，考音乐学院比较容易。还有就乐乐的年龄来说呀，学钢琴是晚了点，学民乐的话正好，所以呀我才有这个想法的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老看儿子干什么？嗯，那你不是就想让他熏陶一下吗？哎呀，既然学了，就要向好的方向发展，能学出点成绩来不是更好吗？妈妈，我乐乐，你看爸爸妈妈为了你把心都操碎了，你要好好学，听见没有？你也不问我愿意不愿意。你懂什么呀？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，认真练。我不理你们了。哎，乐乐。哎，这孩子。拜托拜托了，二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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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别嘀咕了，让你嘀咕的什么都想不成了。有了。行，乐乐，是不是你妈特别喜欢听二胡呀？我
我也没见我妈听过呀。我只知道她好像喜欢听钢琴和小提琴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乐乐，我要是你妈呀，才不会让你学二胡呢。我喜欢听钢琴就让你学钢琴，我喜欢听什么就让你学什么。那你说让我学什么？哎，这还不好说吗？我就先教你学。好了好了，多面体。乐乐，你妈妈为什么不喜欢听二胡？难道很难听吗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听我爸爸说过，我妈妈一听二胡心情就不好，而且她最怕听一首曲子，哎，叫什么来着？哎呀，我也忘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乐乐，你现在要抓紧时间打听到你妈妈最怕听的那首曲子叫什么。嗯，好。作业写完了？写完了。哎，爸爸，嗯，我向您打听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再过两个月就是妈妈的生日了，我一直在想，她生日的时候送她什么礼物才好。亏你还想得出来啊！你想送什么？我想问问您，您好像说过，在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，去听过一次音乐会。听过。还听您说过，在音乐会上妈妈听过一段曲子，当时就哭了，还跟您说，那首曲子就是她最怕的曲子。对呀，当时啊，你妈哭的是一塌糊涂，当时也没带手绢，就用我的袖口擦眼泪，哎，把我的袖口全擦湿了。真没想到，哎，你妈感情啊，还真挺丰富的。那是什么曲子？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是二胡独奏《二泉映月》。哎，你问这干什么呀？嘿嘿，保密。哇，跟我还保密呀？爸爸，你就别问了，反正我又不做坏事儿。吃饭喽！哎，你们俩嘀咕什么呢？跟我说说。保密。乐乐，打听的怎么样了？哦，我打听到了，我妈妈最怕听的那首曲子叫《二泉映月》，是个什么样的曲子呀？咱们找来听听。先不着急，乐乐，接下来你先找到一张《二泉映月》的 CD， 再找个机会让你妈听听。你妈妈既然最怕听这首曲子，很可能听完之后为了耳根清净就不让你学了呢。有道理。
别管，让我再听一会儿。真好听，好几年都没有听过这首曲子了。曲子，我就……哎，好好好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知道啊。咱不是说好了不听这个吗？你最怕听这个音乐了，啊？一听这个音乐你就伤心。没事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啊，别哭了。听到这首曲子，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。哎呀，你怎么想起来听这个音乐了？啊？哎，咱们家没有这个 CD 呀？啊？不知道啊，我回来的时候正放这个曲子呢。爸爸妈妈，这个 CD 是我放的。我只是想听一下，没想到妈妈会这样伤心，对不起了，妈妈。哎，儿子，你是不是想学二胡？哎呀，真是个好孩子。妈，啊，妈妈没什么，因为你外公生前最爱听这个曲子了，所以。妈妈听到这首曲子很伤心，就想起了你外公。乐乐，你看中国的音乐多美呀！哎，妈妈真不应该那么自私，不该让你学钢琴。乐乐，咱学二胡吧。啊！乐乐，妈妈不怪你，你能这么有心，妈妈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如果不想学钢琴的话，咱就学二胡。还是吧，乐乐是个有出息的好孩子，会听妈妈话的。上课的时候你就装病行吗？再说了
我又不会装病，我早就替你想好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温度计。这不和我家那个一模一样吗？这可不是一般的温度计，这是我的最新发明，它叫智能体温计。它能听懂你的语音提示，你想让它显示多少度它就显示多少度。你用这只和你们家的那只换一下，一会儿一量体温你就病了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换。哎，乐乐乐乐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，千万要说一个准确的数字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乐乐，时间到了，把体温表拿出来看一下。也就四五十度吧。净瞎说。来，让妈妈看看。乐乐，赶快起来。还去学二胡啊？去医院。啊？哎，同学们，我爸爸也给我搞了几张游乐场的票，要不咱明天一起去吧。金刚，金刚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是没时间。啊？我会用算术数清所有的心情，把最